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八节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八节，耶稣为新约圣经一百四十九页，新约圣经一百四十九页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八节，读到第四十一节，找到了咱们开声来朗读这一段经文。一二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，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。主说，你们这轻慢的人，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了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好，感谢神的恩典。你突然闭目，亲爱的救主，在天上阿爸父神，谢谢，谢谢你带领我们的聚会，你用你的道不住地在引导我们，使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你属灵的亮光，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得以通达。今天不解开的话语就是字句，解开了就是敬意，不解开的话语就是生命，解开的话语就是熟饭。因为人不能吃米，只能吃饭，没做熟的就不是饭。就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，发出亮光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从你那里得到饱足。求你来帮助今天的聚会，把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。求主你亲自来帮助众弟兄姊妹的心灵，引导我们下午这一点的时间，保守弟兄姊妹的心，使我们专一地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。应允我的祷告，祝谢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咱们交通到第四点，交通到第四点，从律法里，从律法之下归到恩典之下，从律法之下归到恩典之下，这是悔改。什么叫悔改？那么我原来在律法下，我没归到恩典下，叫不叫改呢？路改的，是不是？原来在律法下的人一定归到恩典下，这叫悔改。什么是悔改呢？恶人要移植自己的道路，律法是要求人去做，人都没做好，旧约是人在做都失败了，对不对？律法要求人做，比如说亚当，上帝给他一条律法，就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你要谨守住，别住，板住，如果吃的那日子你必定死，这就是一条律法。这条律法就是人在做，旧约都是人在做，新约是神在做。因为旧约人在做，因为人肉体软弱不能行律法，都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些个凭信心的不死，像以诺呀、挪亚呀，还有亚伯拉罕呐，这都是凭着信心，所以他极少数的人，极少数的人能够进到新约中，对不对？多数人都死。比如说挪亚方舟那个时代，死的人多呀，是进方舟的人多，死的人多，死的人多。家里的味儿是出来的人多，还是在那里的人多？在那里。索多玛、俄摩拉是出来的人多，还是被烧死的人多？历史历代都是死的多，这就说明历史历代不明白神救恩的人多。历史历代引到灭亡那么之宽的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多，对不对呀？对对。所以我们要小心了，这个地方告诉我小心了，是不是啊？要不要小心呢？一下就进到律法里，你觉得死？这个真正的从律法里出来归到恩典之下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必须的路，这是一条路啊。在这里就得死，在这里就得永生，对不对？在方舟里就活着，在方舟以外就得淹死，在基督里就不定罪，在基督以外就被定罪，
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对，在避难所里就不被打死，不在避难所里就被打死，在逃城里就不被打死，不在逃城里就被打死，在罪恶里就得死，在义里就得得永生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神为什么叫你从律法下归到恩典之下？这是一种悔改，这是一种转向，这是一种从灭亡中间转到了永生中间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一，律法是叫人灭亡，恩典是叫人得永生的。律法是叫人灭亡，恩典是叫人得永生。律法是叫人灭亡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叫人灭亡的？恩典是叫人得永生，是不是两条路？一条是叫人灭亡的路，一条是叫人得永生的路。你要，所以上帝就是把生和死都摆在你面前，这就生，这就死，你要在哪个里头？你看，这是叫你死的，这叫你生的，也叫你灭亡，也是叫你得永生的。你要在哪里头？上帝在圣经里，他都是两个两个出现的，光明黑暗，是不是啊？上水下水，分别善恶树、生命树，你要哪个？你吃哪个？你领受哪个？你看看这个话就在这摆着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只有那些不属神的人，他才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。一人会，罪人在一人的会中是站立不住的。阿门。他只有一人才能在会中站立得住的，所以罪人他就得跑，因为属魔鬼的他离开我们就逃跑了。阿门。对不对？他得一人才能听懂这个道。律法是叫人灭亡的，是不是叫人灭亡？我们看一下第三十九节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。为什么叫你小心呢？免得那灭亡的事临到你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。主说，你们这轻慢的人，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一共三个要。要观看，看着看见却不晓得；要惊奇啊，这守律法的到灭亡了，那不守律法的到得救了，是不是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啊？我上堂课讲的神的预知与预定，能不能领受了？啊，能不能领受了？这个预知预定是王一浩发明的，是圣经里头末世的话。如果你能够谦卑的领受，你可就蒙大福了。阿门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你不领受，那灾祸必然临到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应着景象往律法里进，因为这里说律法它是叫人灭亡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从不从这个律法里出来？你要不从律法里出来，你这一辈子都不能脱离罪，是不是啊？律法是叫人灭亡，恩典是叫人得永生的。律法是审判人的，恩典不是审判，是奖赏人的，对不对？旧约是人做，都失败了。新约说行了，我做完了。你旧约你人做没做成，今天新约我差遣我的独生儿子，他在十字架上一次一行给你们信，完了。行不行？神和人在旧约和新约做一次比赛，人在旧约里先做失败了，亚当十没失败？失败了。以色列全会众十没失败？失败了。扫罗王十没失败？凡靠做的都失败了，对不对？今天神说，我差遣我的独生儿子做一件事，告诉你，信不信？行不行？
耶稣来做，这是神来做，对不对？人做都失败的，神来做得胜的，得胜了你就应当信神，好不好？凭着信，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，好不好？别借着我得永生，听没听明白？所以，谁是神的儿女，谁就能听懂；谁不是神的儿女，他就听不懂。你坐在那里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好，看这段经文。所以，主说第四十一节：“你们这轻慢的人，是不是轻慢了？对主做成就人轻慢了，还靠律法，是不是轻慢的人？你们这轻慢的人要怎样呢？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。”这三个要，所以你为什么要小心？免得你走了一条灭亡的路，对不对？这是两条道路，这是两种选择，这是两种去处。你是往天堂去，还是往地狱去？你是往生去，还是往死去？你是往赐福去，你还是被咒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弟兄姊妹？往神的国里去，还是往撒旦的国里去？你往哪个国里去？你在律法下，你肯定往撒旦的国里去了。因为神为什么在这里强调，你们这轻慢的人，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？因为你靠摩西的律法，你不是惊奇，你不是观看，你不是灭亡，怎么样？你靠摩西律法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么写的？你们要小心，因为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成义的事上。一切都不能成义啊！信靠这人就是耶稣基督，就都得成义了。比如说，奸淫这个地方你没办法成义，但你信靠耶稣基督，就在这个地方成义了，对不对？成没成义？亚当那个在伊甸园里的吃的分别三个树果这件事，你不能成义，但信靠耶稣基督就成义了，是不是，弟兄姊妹？就都得成义。你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成义的事，那么摩西律法要求所有的事情你都达不到。但我今天不能靠着肉体去守律法达到，而另外有一条路能达到律法的要求，并且能够远超过律法，那就是不随从肉体，从神生，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。律法要求的义，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灵人身上，往这个灵人身上成就，别往肉人身上成就。成义不是肉人成义，不是你妈你爹给你留下一个肉体能成义的。哪成义呢？灵性成义，对不对？不是肉体成义。所以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人都得称义，不但称义，而且远高过律法，远远的超过律法，对不对？律法要求你们不可奸淫，但耶稣要求你犯看了妇女动的淫念的，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，这标准高不高？耶稣的标准比不比律法摩西律法的标准更高？你今天就都把摩西律法都守全了，但你达不到基督的标准。基督说：“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你就已经犯奸淫。这谁也想不到啊！摩西律法都倒闭旷野了，就叫那些人，摩西律法颁布完了，以色列会众全部倒闭旷野，只有两个人进迦南。难道说这不是教训吗？这是不是教训啊？这是不是警戒呀？那今天这个教训竟不能警戒外邦人。”外邦人到效法犹太人去守律法的多不多啊？多的是啊，是不是糊涂啊？魔鬼迷惑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今天我们认真听，认真听上帝把天上的道一点不留的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若不认真听，上帝就把你的道夺过来，你自以为有的，把你连有的夺过来给那些有的，是不是啊？叫他有余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那没有的，自以为有的，连有的也要夺去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明明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谦卑的听，
你听不能掉块肉，是不是啊？神阻挡骄傲的人，神知道哪个人里边有骄傲的心，就在肉体里听到，就亚当给他的无辜的自高自大的心，所以他听不了。这道不就是圣经说的吗？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诚意的事上，一切都不能诚意，但信靠这人就是耶稣基督，就都得诚意了。简不简单？简单。这么简单的话，不是人编造出来的，乃是圣经默示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们靠摩西律法不能诚意，在一切事上都不能诚意，但信靠耶稣基督就都能诚意了，对不对？马上记住恩典，得永生，好不好？好。咱们不能在这条路上灭亡啊！走了这条路，得不得灭亡？这得灭亡，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他肯定会灭亡的，对不对？就进到这里，从律法进到恩典里头，从旧约进到新约里头，是不是啊？从亚当进到基督里边，是不是啊？从旧事进到新事里边，听不听明白？你才能得救的，要不你怎么得救？你怎么得救呢？你今天你是主的羊，你听一定能听主的声音，你不跟生人走。你不是主的羊，跟你讲什么你感觉到这不对呀、啊、就是讲圣经，给你查一百段圣经，一千段，把圣经全部给你查遍了，你都不会相信，因为你的灵眼没开，光的肉眼开了，光看字儿没看到灵，因为他的话不是字，那是灵，是生命，对不对？你看的必须看到你的生命。所以主在这里说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诚意的事上，信靠这人就都得诚意了。阿门，阿门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得诚意呀、啊！你不诚意了，你怎么？你将来要灭亡的。你靠着摩西律法，那摩西律法他不管谁，他都捆。律法是捆人的，对不对？嗯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，律法是叫人知罪的。恩典是叫人不吃罪的，恩典是叫人不吃罪的，叫人知义不吃罪，对不对？恩典是叫人知义不吃罪。咱可以查圣经，律法是叫人治罪的。先查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，罗马书三章第十九节找到吗？罗马书三章第十九节，律法是叫人治罪的，它的律法的功用跟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功用是一样的，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功用就叫人治善恶的，律法就是叫你治善恶的，知罪、知羞、知可耻，十九节找了吗？找到，咱们一同来读，读到二十节。一、二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他不是叫人称义，乃是叫人知罪的。你若拿着律法去守律法想要称义，你已经错了，因为律法本不是叫人称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叫人知罪的，不是叫人称义的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律法是塞人口的，不是叫你守的。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吗？律法不是给你的肉体守的，因为律法本身是给你灵的，因为它是属灵的，是给你灵的。你跑肉体上去守去了，错没错？你就没明白神的话。
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灵人身上的，因为律法要求的公义良善信实这在这个人身上能表明出来，因为这人是从耶稣生的，这个人没有办法守律法，人就误解用肉体去守律法，错没错啊？错没错？错。有没有人误解误没误解？这种误解是何等的可怕呢？一听律法就靠那个旧人，靠那个肉人，靠那个老亚当给那个肉人去守去了，这能守住吗？这守不住，守不住他想守，是不是啊？听没听明白？律法不是叫你肉体去守的，乃是叫你知道什么叫罪。分别善恶树果子，你吃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善恶，是叫你知的。后边能不能看清楚这个字儿？律法是叫你知的，知什么呢？知罪。分别善恶树果子叫你知什么呢？知善恶。知善恶好不好？知善恶好不好？等到时候我跟你讲，回转向小孩子，悔改是回转向小孩子。小孩子是不知道什么叫善恶的，小孩子发光他不知道什么叫羞臊的，上帝是叫你不知道什么叫羞臊的，这叫悔改。你若不回转向这小孩子，你断不能进天国，这是不是耶稣说的？人误解悔改是什么我肉体里改，我想做大人，我要想改好改良，别犯罪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是误解，这是把上帝道歪曲了。是不是叫你回转向小孩子？耶稣明说，你们若不回转向这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天国呀，那是肯定进不去的。可见，可想而知，耶稣讲的话的悔改，跟有许多人那个悔改，他是不一致的，对不对？他所说的悔改，就是我昨天没做好，今天做好；我昨天做错了，今天改好，这就叫悔改。错不错呀？特错大错的，是不是特错大错？神从来没有叫人那么改。抱起能改变半点呢？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神什么时候叫你自己来能自改呢？就一个人在那改良改善。上帝说不是一个人，重生一个人，再另外给你一个人，改是改换一个人。你原来是旧人，现在给你生个新人，这么改，把那个替换掉。替换的意思，改换的意思，脱去旧的，穿上新的，这么改，他给怎么改？一个人不用脱了，就这个人，昨天做错，今天做事，你不佛教徒是什么？你这不是佛教徒吗？你也不是基督教徒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是鬼在做工，是不是啊？昨天没做好，今天做好，改好改良，就改善一个人。那你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吧，你不用再信别的，你信进化论就行了。进化论就是那样，但主耶稣在这里头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他说你靠摩西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，因为律法是叫人吃罪，律法是塞口的，是塞住人的口，它有这样的功用，是塞口的，就是你没守住，塞住你的口了。你来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就能进天国，你不信耶稣进不了天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弟兄姊妹？属神的人他就能听懂，属鬼的人他就听不懂。你看上帝就不让他听懂，因为他属鬼的，对不对弟兄姊妹？上帝就今天在世上要分别，就用道来分别神的儿女和鬼的儿女，预定拣选的和没有，是预定灭亡的，没拣选他就预定灭亡的，所以上今天借着道把他分别，借着光把属光的人给招出来，黑暗就进到黑暗里，光就进到光里头。世界上就有两部分人，一部分人是属神的人在光明中，一部分人是属鬼的人在黑暗中，所以上帝就借着道，谁能领受上帝的应许，谁就属光明的；谁领受不了上帝的应许，他就属黑暗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往下看。
第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你是在律法以下还是在恩典以下？那这个律法上的话是针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对不对？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，恩典本是叫人知义而不知罪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叫人知罪的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林后第五章二十一节，五章二十一节找到吗？神使那无罪的括弧里面，括弧里面是什么？不知罪的。上帝要把不知罪的生命赐给你，不知罪的身体赐给你。你这大人的生命是知罪的，必须得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死，把亚当给你留那生命去死，把基督给你留那生命，是不是、啊、赐给你？你重生了，重生了，这个生命是不知罪的。这个律法是叫人知罪的，上帝必须叫你接受一个不知罪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，是不是、啊、弟兄姊妹？不知罪的，神使呢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义。好，把这不知罪的替换你那个旧人，把这新人替换你的旧人。他为什么要赐给你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？就是替换你老亚当那个知罪的身体，把它替换掉。因为这知不知罪？这是谁的后代？亚当的后代。知不知罪？知不知羞耻？知羞耻。那得把它替换掉，好，变成小孩子。变成小孩不是一个人在变，而是两个人，把那个除掉，把这个换上去，这个就是不知罪的。因为亚当给你留下那个身体和那个生命本身就是知罪的，把基督那个不知罪的身体给你替换上，所以才叫义的代替什么呢？不义的。你看是不是这么说的？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你必须在他里面才能成为神的义，你不是在这里成为神的义，而是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对不对弟兄姊妹？对。因为神是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的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你这个灵好能得救啊，这个过犯不能归到他身上去，因为这个是无罪的，这个是有罪的，不能把有罪那个罪归到无罪那个重神生命的生命上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没看清楚？看清楚。是不是这么说的？神使那无罪的括弧里面不要说无罪的，神使那不知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因为原文就做不知罪的，咱们非得给他解释开了，解释等翻译圣经的时候非得翻译成了神使那无罪，其实耶稣基督是不知罪的，对不对？他饭前不洗手，他不知道这是罪。他在麦地里安息日，在麦地里经过，他门徒也瞎麦手，他不知道这是罪。但犹太人知不知道是罪？知道是罪。他说安息日你能做工的，他医治了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，他不知道这是罪。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耶稣到安息日那天就做工。犹太人就说你不是属神的，你要属神的你怎么在安息日做工呢？耶稣是不是不知罪的？是。耶稣被扒光了挂在十字架上是不知道羞耻的。亚当知不知道羞耻？知道。亚当犯完罪了马上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看见他妻子也赤身露体，互相看赤身露体、他说什么？真羞耻，是不是啊？最后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奏琴的，他是知羞耻的。耶稣上十字架有没有挂一丝布？一丝布都没有挂。但他知不知道羞耻啊？知不知道什么叫罪？这叫善恶。因为耶稣不是亚当的后代，乃是神的后裔，乃是女人的后裔，对不对？他是不知道什么叫善恶的。
他挂在木头上，神使那不知善恶的挂在十字架上，才能代替我们的罪。神使那不知罪的耶稣挂在十字架，他挂的时候被扒的流光，外衣被打碎了，里衣被研究了，这两件事要证明什么？要证明什么？耶稣是赤身露体的挂在十字架上，外衣没有，里衣也没有，你说他是不是赤身露体的？是。那么赤身露体挂在十字架，耶稣脸红没红？没有。臊没臊？没有。羞没羞？没有。神就用一个不知羞的耶稣，不知羞臊的耶稣，不知罪的耶稣，挂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接着通的女生的原因。这件事可至关重要的，他就记载在圣经，但是原文是记载的他不知罪的，但我人家解释开就解释成什么呢？对的，无罪的。其实他是不知罪的，他做什么都没有罪，因为他不知罪的。亚当要没吃分别善恶树果，做什么都没有罪，他吃了分别善恶树果，在做这件事就知道这是罪的，知罪，对不对？律法就是叫人吃罪的，是不是？律法叫人吃罪的，恩典是叫人知义不知罪的。耶稣是不是不知罪的？亚当是不是知罪的？因为亚当吃的是分别三个树果的，耶稣没吃分别三个树果，他是灵成的肉身，道成的肉身，神成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对，耶稣那个身体是土成的还是灵成的？灵成的。他那个血是土成的是灵成的？灵成的。耶稣那身体上那个血液中间遗不遗传着玛利亚的基因？说没有。遗不遗传玛利亚的基因？没有。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他是道成的，借着玛利亚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他不是土生的，耶稣的身体是不是受造的？不是，不是的，他是被生的，是灵成的被生的。这就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换身体、换血，对不对？咱们今天要不要换身体？要，要换身体，换上谁的身体？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你若不吃我肉，不喝我血，就没有永生。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你去靠这一个身体改良改善，你是进不去天国的。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今天从律法下回到恩典下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神的话，等一会儿咱们一点点查圣经，保证是这么回事。圣经这么记载，你在律法下的人就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。你听懂了吗？懂了。你必须脱离律法，归向恩典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不脱离律法，今天你就是属罪恶的，对不对？你就走了一条灭亡的路，是不是啊？不是我要讲的，是谁要对你们说话？谁接受了，谁是属神的；谁不接受，谁不是属神的。这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。若是人的话，那么上帝就会直接告诉这是人的话，这不是人的话，经上记着，是不是啊？律法是叫人知道什么叫罪。我从前呢没有律法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，律法是叫你治罪的，他是怎么叫你治罪的？律法是叫人治罪，恩典是叫人不治罪的，是执意不治罪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恩典，找到没？第七节找到了，咱们一同来读《罗马书》七章的第七节，耶稣为新约圣经一百七十三页，新约圣经一百七十三页，找到吗？七章第七节找到了，咱们一同来读。这样，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。我就不知何为贪心，然而最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以前没有律法，
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我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过急了。律法是叫我治罪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以前没有律法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罪。没有律法的人，他就不知道什么叫罪。这孩子没有律法，全天下的所有的法律对孩子不起作用，对不对？对，孩子犯什么样的罪了，他哪怕他把他误把他的爹妈都给杀了，法律也没办法追查他的罪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孩子，对不对？咱们中国的法律年满18岁以后了才能定罪判刑，没年满18岁的没办法判刑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这是从哪来的吗？从哪来的？这法律从哪来的？从圣经里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年满不能定他罪，他就是犯罪的也没有办法定罪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罪，他没有罪那个概念，就像小孩一样的，他在5、6岁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什么叫羞臊，一样，他光着腚你跟扒光了换衣服的时候，他没有脸红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只有长过了那个时候，一旦知道少女是长到少女了，他就开始知道羞耻了，换个衣服也得背着人。他为什么背人呢？就是他已经知道羞臊了，知道什么叫善恶了，对不对呀？神起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给没给他穿衣服？没给他穿衣服。那时候他们俩并不知道羞耻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的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有没有这句话？有。创世纪的第二章有没有这句话？有。有啊，他们俩在一起并不知道羞耻，因为他们俩那个时候还没吃分别三恶树果，还不知道什么是善恶。今天人死就死在什么地方？你还不知道人死在哪吗？人死在知上，一旦你知道什么叫善恶了，你犯了罪的法律就开始审判你了，是不是啊？小孩犯了罪的就不审判他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罪，所以人死在什么地方？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罪的，你犯罪了就得死，听没听明白？你不知道罪的，你犯了罪也必不能死。律法是叫人吃罪，你为什么要从律法里出来进到恩典下？从律法里出来重不重要？重要，重要。今天谁不从律法里出来，你就死定了。你信这一辈子，最后你都完了，是不是，弟兄姊妹？是。好，第七章的律法是不是罪呢？律法是不是罪？不是罪。但凡谈到罪的事儿，就涉及到律法的事儿。你看圣经，凡谈到罪的事儿，就涉及到律法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律法不是罪，对不对？但你犯了律法，就叫犯罪。凡犯罪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叫什么？叫罪。律法本身不是罪，但你违反了律法，这叫罪的。耶稣为什么叫你回转向小孩子？啊，回转向小孩子，小孩子违背了律法也不能定罪，对不对？他就算做了错事了，法律也没有办法就制裁他。耶稣为什么叫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天国？怎么回转？到时候咱们跟弟兄姊妹先从律法下归到恩典下，这是回转呢、啊？在律法下你死定了，归到恩典下，好不好？好。
因为归到恩典下，恩典是不在乎人的行为的，对不对？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人的行为。你若不归到恩典下，就坏了，就坏了。同样是做一件事情，那么你在律法下和不在律法下是两种不同的态度。神对待律法下的人和对待恩典下的人是两种不同的态度。你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吗？这两种态度就决定了你两种的去处。你要有律法下地狱，没有律法你下不了地狱，对不对？你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了。你哪怕你就是做强盗了，你在最后一瞬间信了耶稣也能进天国。当你今天不在，你在律法下，你就不接受救恩，耶稣来的时候你一点坏事没做，你也得下地狱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诠释就是律法，是不是啊？律法是叫人知罪的。好，再看第七节，断乎不是，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。若不是因为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罪。我不知道什么叫，没有律法我不知道什么叫罪，对不对？非律法说不可取他心，若不是律法说你不能取他心啊，就这一句话，不可取他心这一句话，就开始人这各种贪心在我里边开始发动了。没有支持我贪心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贪心的时候，这个贪心没发动。等诫命律法来了说不可起贪心，十条诫命最后的一条是不是不可起贪心？是的，是不是啊？不可贪恋人家的仆婢妻子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，是不是不可起贪心？就这句话，这是律法规定的，不可起贪心。我从前没有律法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，我不知道这件事儿。虽然我也贪了心了，但不能定死罪。但律法来了就告诉你不可起贪心啊，不可起，什么叫贪心呢？什么是贪心呢？我就开始想什么是贪心。这时候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是没有了还是发动了？你看看，这是神告诉你的，不是我告诉你。猪般的有多少？很多的贪心，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开始怎么样？就因着律法这一条不可起贪心开始就繁殖了。说繁殖啊，就开始发动了。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，猪般的不是一个，是不是啊？这样这个诫命呢，不单不能使我控制贪心，反而在我里面繁殖许多的贪心，是不是啊？贪心在我里面就开始发动了，就借着律法发动，是不是啊？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贪心在里面，许多贪心在我里面发动了，就开始更加的贪心了，是不是啊？在原来一个贪心的基础上，非但没有制止贪心，诸多的贪心，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开始怎么样繁殖了？听没听明白？他是叫我知道什么叫贪心的，律法是叫我知道什么叫罪的。好，我现在在这一个这是两个抽象啊，这一个厨子里面有两个抽象，是不是啊？这抽象呢里边什么也没有，你就对你孩子说，孩子不准开我的抽象，你要开我的抽象回来我就打死你。他平时他不开抽象，平时他没注意的抽象，但你一说孩子不可开我的抽象，他心里就开始怎么样？就开始就好奇的心，是不是好奇啊？是不是好奇？这孩子出现好奇心了，这抽匣里有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开呢？啊！所以因此就产生叛逆的心，由好奇的心变成叛逆的心，不让我开呀、啊，叫我死啊，我偏开。我就到看看这里什么，你在家里我不开，等你走的时候我就开，天天心里想这抽匣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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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的，是不是啊？就天天想这里是什么呢？这
这个好奇心就产生了叛逆的心。什么叫叛逆啊？好奇心产生什么呢？叛逆的心。听没听明白？叛逆就得开你的手脚，这就说明人肉体软弱，根本没有办法设立律法。给你肉体要设立一条律法，你马上产生好奇的心了。不准动脑，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能吃。干什么不让我吃呢？干什么不让我吃？那许多的树果都让我吃，就这个树为什么不让我吃？这是不是有奥秘啊？这是不是有事啊？这是不是啊？这许许多多的这个这种叛逆的心从里面就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这神干什么呢？魔鬼再给一句，他怕你跟他一样，神怕你跟他一样知道善恶。你要知道善恶，你就如神一样的，就跟神一模一样的。哦，这神有私心呐，都不让我吃分别善恶。别的树他都不感到好奇，就好奇那分别善恶树，是不是？因好奇产生了什么呢？叛逆的心，所以他非得去吃不可。那就是他吃的那人必定死，他非得吃非得死。只要人的给肉体，上帝给肉体设立一些规条，人非得死不可。这就告诉你，那无罪的亚当就给他一条，他非得死不可，非死不可呀。因为人肉体软弱，没有办法守住那规条。因为人肉体就这么软弱，有好奇心，因好奇心产生了叛逆的心，因此动作出来了，开抽匣。这一开抽匣里边什么也没有，大失所望的，什么也没有，惹来了一身咒诅，是不是？他爸回来气得咣的一顿下打死他。听懂了吗？孩子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会叛逆呢？从谁那遗传来的？亚当遗传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你还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上帝不要把我从律法下赎出来呢？为什么呢？你都不知道，主的心就像你那个慈父的心呢，一模一样的。他不愿我们有律法，因为只要有律法，我们就会叛逆。只要有律法，我们就一定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。这就为什么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的原因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这里边说，我们必须从律法下归到恩典之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不从律法下归到恩典之下，你这一辈子完了，你就没明白救恩呐，这天国你肯定进不去的，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的，对不对？谁是灭亡之子，他就继续走他那条路。那是灭亡的路，听没听明白？继续走那条路，继续当淫妇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段经文就这么说的，他说什么？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这时候我不知道贪心，是不是啊？然而最趁的机会就借着戒命，你看我守的戒命好不好？最会抓住这个机会，就趁着机会借着戒命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怎么样？他见着戒命叫猪般，对，见着戒命，见律法中间的戒命，见哪个戒命不可起贪心，那个戒命叫猪般的贪心，一下就升一大堆。所以贪才是万恶之根。只要你说我守最小的一条，你就等于开始在你身上产生万恶了，是不是啊？万恶，你是万恶的地主，你是万恶的，什么叫万恶呀？啊，你可以看看贪才是万恶之根，万恶之什么呢？根。如果你守律法，你守那一条，守最小的一条，就等于生产万恶，你里面就开始生产万恶了，你就想着你就是产万恶的工厂了。你这个人就成为产万恶的工厂，那欲心里就可以产出万恶来。什么叫万恶？万恶不是一万恶，是好多的恶，诸般的恶就在里面产生，是万恶。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，
六章找着吗？第十节，咱们中国人曾经形容农旧社会是万恶的旧社会，是不是啊？旧社会是万恶的旧社会，恨才产生万恶，对不对？你恨的旧社会，你才说是万恶的。但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恨万恶，你去靠律法的，只要你守一条，就会产生出万恶，对不对？第十节找的吗？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，就成万恶之根了。听明白？你越守律法越贪财，越守律法越贪财，越守越贪，越守越贪，越贪越成万恶了，就产生里边各式各样的贪心都在里边发动了，万恶之根。听没听明白？什么叫万恶之根呢？就是它的根源。不能去贪心，是不是就一条？但产生出来那个恶不是一个个，是诸般的贪心都在我里面发动了。贪心那个地方，如果你是靠守律法去守它，保证在里面就开始贪心，产许多的贪心，是不是？在我里面没起到正的作用，反而起到什么作用呢？正。现在不可起贪心，是不是想叫你不贪心呢？它没起到正的作用，反而起到什么呢？负的作用呢？你说这个律法当守不当守？不当守。啊，这戒律当守不当守？它起到相反的作用了。它没起到，那本来我是想好，是不是？我本来不是想好，我守住一条不可起贪心啊。但这个不可起贪心，就是这一条就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边发动，万恶就在里边产生了。你就这个身体里变成一个产贪心、各样贪心的一个工厂了，就是，孩子，你不要动我的抽象啊！从这一个点就引起了孩子这里边思虑万千呐，这里到底什么呢？思虑就开始出现了，对不对？这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？为什么不让？也就是说，你给孩子规条越多，他的思虑在里边产生就越多，对不对？你给他一条，你说不可动我的抽象，他就好奇，他就要动，这一动就开始叛逆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叛逆的，是不是？神叫你看见，你的孩子叛逆，你也叛逆上帝。神就叫你学这功课，你的孩子叛逆啊，叫你学你是怎么叛逆上帝的。亚当是怎么叛逆上帝的，就叫你学这功课，对不对？这就叫你看见这孩子他不是给规条就能把他控制好的，你越给他规条，哪里没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。规条就是要控制他，要压迫他，对不对？越压迫他就越反抗，你听明白吗？他就越反抗，越反抗你俩就成为什么呢？敌人了。你听明白吗？你俩就成为敌人了。咱现在那个到春节的时候，大伙都放礼花，是不是都放礼花？放那个炮，二踢脚，东北叫的二踢脚，通，咔，那二踢脚，有没有？有那厂子都放一样的药，下面是睡药，上面是炸药，是不是啊？睡药是把它顶上去的。砰！从那个口弄反弹力把它砰一下把它贴上，啪就炸。有的那厂子都给那些，纸也是那些，药也是那些，做出来的鞭炮不一样的声响，那响声不一样大。你猜为什么？有的那个机器好，卷的那个炮就紧，卷的特别特别紧，也是那些药，卷的很紧很紧的。有的那卷的就松。你看，噗，噗，是不是啊？有的那厂家产那个叫什么？砰，啪，响不响？响。它为什么响？紧呢？它捆的紧，它就炸的就越大，炸的就越狠。它捆的松呢，它炸的噗，啪，
声音就小，对不对？你孩子也是一样，你捆得他越紧，他反抗你的力量就越大。世上的人都知道，他说什么，哪里没有压迫，哪里就没有反抗，是不是啊？压迫是他不实在不行，他就爆发出一种反抗的心理，跟你俩叛逆，哗就爆炸了。你不信吗？为什么亚当会叛逆上帝？上帝告诉我，给他一条，他都能叛逆我，因为他是受造的。受造的不能用一些规条捆他，只要有一条他就开始不叛逆你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说完了，不信你试试看，你要说是照着我所说的，你就会得到智慧的。你要不照我所说的，你就这个你自己都给你自己设立一些规条，你设立完规条了，你天天发怨言。以色列在旷野中间十次发怨言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啊，有律法呀，有律法，他发怨言正不正常？叛逆耶和华，怎么领他都不顺服，直到他们都倒闭旷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他能不能顺服呢？不能的。为什么？肉体给他的规条越多，他越不能顺服。西乃山颁布的律法，对不对？开始下来，开始就是要用律法来控制以色列民，控没控制住？没控制住，最后以致他们都倒闭旷野。也就是说，有律法就等于消灭这群人，对不对？他不在乎死了，他就在乎跟你叛逆，对不对？直到他死了，他也不能改。因为律法不能叫人改的，律法不能叫人顺服的，律法是把你引到基督面前，不是叫你顺服的。你不要妄想叫律法，你借助于律法使我自己好好的规定我今天我怎么怎么。有的人给自己规定好了，一天读几遍圣经，一天读几章圣经，给自己先设置一些规条，我一天干什么，这一天干什么，这属灵的事儿，我属灵生命才能长大。你不信，你看很快就违背你自己这个想法这个计划，你信不信呢？很快就不用多长时间，你马上你自己就违背你自己的规条。这就是人，这就是软弱的人。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它是不能行，这是神说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我说的。你说真能明白这件事情，你就真得到智慧了，不然你这一辈子都没有智慧。你那愚昧无知的人，他就领受不了这样的救恩，领受不了这样的道。这是先把这件事说出来，把成果律还告诉你，律法不能守，这律法守不了的，你肉体软弱根本没办法守的，对不对？你守的，他叫你治罪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不可起贪心，他不但不能控制贪心，相反，终般的贪心在我里头怎样？发动，最后就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，那是叫死的，所以以色列全部都得死，对不对？给律法就等于叫他死，对不对？你就想方设法给你儿女控制这控制那，就等于叫他死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这个小女孩子跟这个小男孩谈恋爱了，家里人呢使劲干涉，不让谈恋爱，使劲干涉，用尽各种各样的什么，咱们伤风败俗啊，这样那样都给他捆上了，就给他弄上，死吧，咱俩一起去殉情吧，咱俩死吧，这样死的人多不多？多的是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给他规条，不让他谈恋爱，伤风败俗吗？那咱就死了吧，既然伤风败俗，活着干什么就死了吧，这规条导致他死的。对不对？你家那个伤风败俗那个东西叫他死的，你听懂吗？听没听明白？有的人他都糊涂啊，他根本在这个地方他也没得到这个智慧啊，这是不是智慧？这是神的智慧，不是人的智慧。神为什么借着耶稣忽然死也把你从律法上赎出来？你要有律法，你这辈子走完了。咱们下午继续来讲这个地方，一定都来听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都来听。你要是神的儿女，一定来听，因为这越往后讲，越讲到如何来悔改，对不对？悔改这个不是你我想象的那样，不是我根深蒂固老祖宗遗传那个，我改，我昨天没做好，今天改，不是这样的。脱离律法不脱离律法，不脱
脱离律法，你死定了你啊！你只有脱离律法才能永生，才能获得永生，进入恩典才能获得永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不脱离律法，今天你就想用肉体板、肉体手、肉体进天国吗？还是灵进天国？重生的人进天国，还是血肉之体承受神的国？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别跟血肉之体设一些死，设一些规条。哪个教会有规条，哪个教会就有败坏。你不信试试看，你听懂了吗？圣灵来了管理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在管理教会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们给弟兄姊妹设计一些规条，那规条是不能够使人归正的，听没听明白？旧约守规条都失败了，新约用信心，不用用肉体守，用信心就能胜过一切的罪恶，胜过一切仇敌，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。你的信就能救了你呀、啊！不借着信，没有人能得救啊！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对。上帝给你最简单方法，用心，信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有人说，那肉体呢？肉体因罪而死，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和他已经埋葬，不借着肉体守。死证明你不靠肉体啊！你要不死，证明你要靠肉体，对不对？你要靠肉体一守，主把胎心在你里面发动。听没听明白？明白了。主的闭目祷告。亲爱的救主在天上，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将这样上好的福气赐给我们，使我们今天明白救恩的奥秘，不跟那些灭亡的人一同灭亡，因为只有属神的人才能脱离那些个灭亡的人，因为我们不是一家的人，只有义人和罪人他是分开的，不能相交，不能同父一轭。谢谢天父将这样的奥秘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脱离了律法，进入恩典，只有在恩典里头才能够重生得救，才能得到永生。就求你来赐福这里的教会，赐福每个弟兄姊妹，使他们都能明白真理的奥秘，在这里进行你自己的拯救，拯救更多的人能归向你，能回归圣经真理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门。好，感谢神的恩典，神赐福弟兄姊妹，阿门。